山河月明礼仪揭秘篇，人物细节也好，服饰细节也好，它都是呈现给人们在一个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形态。专业礼仪老师一对一指导。是，我是一直哄着说嘛。放下来。每一天或者是每一瞬间，如果存在你的记忆里面，那一定是深刻的。历史的证据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一个文化，最值得我们去传承、去弘扬。鸳鸯凭轩岚，青色相伴。